泥土的味道超级清香的，闻闻。哎呀，你闻闻嘛，闻闻嘛。那这样就行，我摸你就好了。你在这洗吧，我先去洗个澡。最近真的有点不正常，看来我真得去一趟医院了。哎，我是不是变态呀？我是不是还需要去看一下精神科的医生？